姐，Funky 来呀！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要玩的这个模组啊，也是观众推荐的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模组的话，好像是我们的音速小子的进化升级版本，而且里面还有查尔斯哦。我们就来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哦。来 Story Mode， 然后是直接查尔斯版本的哦，然后是没办法选难度的哦。那我们就直接 Week 一来看看哈，查尔斯。那查尔斯的话就是音速小子的那个一个伙伴哦。来，哎呦，这一次是正常版的查尔斯哦，我以为他会直接变猎奇，就没有。他没办法调难度啊，所以难度的话好像不会太难哦。干嘛？完了，要坏掉了，坏掉了，他变独眼查尔斯哎，哦，那个也按。来自音速小子主题音乐，坏掉了都会唱这首歌。哎呦，哦，你知道吗？妈，昨天要闪那个黑色按键啊，今天又不用闪黑色按键，这很麻烦，一直改来改去。可以，加油！这首歌的节奏我很喜欢啊。问题，那我记得还有第三首歌，然后它有 Week 2哦，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我操！怎么又是你？
慢岔时哦。哦，他们俩是一起出来合唱哎，哦，没问题，哎，那这个难度的话，我觉得七人帐偏比较简单啦，因为他没办法选难度这样子。然后 Week 这个可以吗？只有一首歌而已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他只有一首问号问号问号。哎呦，是吃热狗堡的查尔斯。也太惊恐了吧。查尔斯的那个跟登场音乐还是怎么？因为其实我没有玩太多音乐音速小子的东西哦，还不错，好吧，还不错。那这个模组的话，基本上难度不会太难，然后里面有四首歌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都可以来玩玩看哈。我看一下 Free Play 里面有没有隐藏歌，因为它每一次里面好像都会藏吧，一二三四五，好像三首，哎、欸，
哦，没有，这个是新手训练啊，所以是没有的啊、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就是我们的查尔斯跟音速小子的这个坏掉模组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一些看法，好不好？那么就去玩到这边啦，我是频道见喽，大家拜拜。